会选在今天，就是因为2009年8月8日，就是9年前的今天呢、莫拉克的台风啊，可以说是无情的摧残。但是啊，全国各地给他们很多温馨的赞助啊，加上他们的毅力，所以在我们等龙协会的一个支援下，我们促成了达卡努瓦社区的一个林书芳女士啊，她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我们第一个社区的共同陪伴站。我们希望透过教育的努力啊，能够来促使我们社区人民部落的小朋友啊，其中有一些是弱势的啊，我们希望啊，透过教育的一个努力呢，能够协助他们站起来。